慧菩提，修行就是不断地培养一种习惯，培养对自我放下的习惯。修学佛法并不是学习一套高深的哲学理论，而是一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让我们运用的一种态度与习惯。修行不是刻意的压抑自己，而是懂得关照自己，放下自我。这是一种开放的、包容的、喜悦的状态。当放下的习惯养成时，也就是我们修行有所成就的时候了。所谓修行，是学会如何放松自己，并让自己保持平静与祥和。我们要慢慢练习，让自己能够放下爱恨得失的心，让心松绑，这才是最好、最快、最精进的修行方法。放下既定的概念与设限，真诚拥抱每一个生命，将一切生命都视作自己的亲人，最亲的挚爱，然后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一切众生。放下分别心，也撕下那些假名安利的标签，让自己永远自然天真，永远虚心学习，如此才是踏实的修行者，
自满的人，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利益。学佛也是如此，让自己谦虚向学，并且放下自我的概念，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法益。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真实地了解，在生命轮回的过程中，每一个生命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，所以放下自私与分别吧。真实地关心一切众生，千万不要再伤害任何一个如母的可贵生命。放下身段与自我吧，脸上经常保持微笑，就是供养诸佛菩萨最好的妙方了。身体能够多做服务众生的善行，就是实践诸佛菩萨的修行了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也是帮助我们修行最好的一部分。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所互动时，常有许多意见与摩擦，而我们该如何从中学习，放下自私的情绪与自我的执着，就是我们修行中最大的课题。我们要懂得释放自己，不要让自己绑上感情的锁链，受困在爱恨的监狱中。我们应该要学习放下，放下对立，放下暴力，放下嫉妒，完完全全的放下，就会得到一个全然开阔的人生。让心习惯宽容的态度，不断地使自己放松再放松。当我们的心
能够习惯放下的状态时，我们的整个身体也会随之放松。让身心都能安住于放下的状态，如此我们将能战胜疾病与恐惧。佛法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只要放下执着，只需懂得开发与善用就可以了。如果内心充斥着贪嗔痴等烦恼，我们就会一直为此而苦。如果内心忙于修行，忙于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我们将会感到越来越有力气，越能开发本来的佛性潜能。释迦世尊曾经说过，有两种人是他真正的弟子。第一种人，为身口意都不再造恶业，是他真正的弟子。第二种人，虽然仍会造恶做错，但他能够马上改过忏悔，也是他真正的弟子。试着放下我见，才能有进步与突破的空间。菩萨是什么？就是放下自我，承担众生。自我是生死轮回的根本，更是使我们无法解脱的主因，而放下自我就是解开最根本的枷锁，超脱对立与烦恼，完全的解脱。放下自我之后，菩萨更进一步利益众生。对菩萨而言，自他是不可分的一体，因而普生大悲之心。究竟的快乐乃自于对诸法的放下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包袱，就是因为放下
才有得到的果实。没有经历过痛苦，怎么会有相对的幸福？所以无论当下如何难熬，或者修行的过程多么辛苦，都应该庆幸能经历这段过程，因为甜美的果实已离我们不远了。我们向佛陀学习，用生命医治佛陀，以佛陀作为我们的导师，才是迈向解脱之上道。我们要学习放下。放下什么呢？放下对立、暴力与嫉妒。如果希求解脱，就要懂得释放自己，不要再将自己关在怨恨的监狱里，也不要再将自己绑在感情的锁链里，否则会让我们永不得自在。佛陀是没有生命的痛苦，完全解脱的大自在者。佛陀是了知三世的一切，以断尽烦恼，安住大涅槃的觉者。佛陀有如生命的大医师，可以让我们达到与佛陀相同的境地与大乐。佛陀已经将戒定慧三学交给我们了，实践则必须依靠我们自己，最终的解脱还是得靠自己，自医止，法医止。当我们活现佛法的时候，
才是真正的大解脱的胜利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。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，培育僧才，僧前安养，医疗及生活救助，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，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，设置传教场所、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：台内名字地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，通讯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，服务电话0398993119，随喜 www.lifetv.org.tw 斜线 ADATE/SUSTAIN.HDN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地区新春起见护国祈福法会，大吉大乘十轮经，祈愿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众生安乐、于法自信。恭请智诚法师主法领众，日期2月18日星期五，地藏十轮经第一卷至第四卷；2月19日星期六，地藏十轮经第五卷至第八卷；2月20日星期日，地藏十轮经第九卷至第十卷，下午放焰口，每日上午8点开始，地点南投县埔里镇天子宫，南投县埔里镇中心路23-10号，洽询电话0492315999、0492315999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，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，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，修持不动佛仪轨，恭诵月藏经吉祥文，恭请湛信法师领众。联络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、0627166616或062716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
2013年3月，法国巴黎特罗卡迪罗广场，约100名动物保护志愿者手捧兔子尸体，集体抗议一家兔子养殖农场滥用抗生素等各类药物。他们主张动物也有感觉，不应遭受任何不公平不人道的对待。树木的神情与手中死亡的小生命撼动人心，人类的存在在动物心中是何等模样。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活动的举行，主要呼吁大众重新思考与动物共存的关系，压榨可以不是唯一的途径。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，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，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